来为大家准备这一首呢，叫做《长崎的蝴蝶姑娘》啊、也开始呢慢慢打开今天周末该有的这个热情舞蹈的时间哈、哦，舞蹈的时间，我们就热情掌声，长崎蝴蝶姑娘。今年也很多的贵宾哈、哦，可能也没办法一一介绍，也看到我们漫游台南的导播，掌声鼓励啊、哦！一直都介绍台南的点点滴滴哈、哦，还有我们小编也固定的呢啊，来拍照很多朋友哈、哦，小编也固定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带来啊、另外是这个也是西洋歌曲啊、哦，叫做《巴比伦河》，《巴比伦河》这一首歌呢，也是这个。世界的名曲哈、哦，大家可能听到音乐就熟悉了哈、哦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谢谢。
后面有没有比芭比伦河漂亮啊？有的话掌声鼓励。其实呢在这边哈，大家从这边看过去，你看那橘色的灯，还有这边呢，哇，你看看这个很多的灯光很漂亮哦哈。但是今年开始才有这么这个繁荣的感觉，繁荣的感觉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一首西洋歌曲之后，为大家带来一首是我去年才改编的一首台语好歌，叫做《三线路》哈。那去年就是2023，那今年是2024。等一下也来一首四的歌，好不好？四的歌还蛮多的啊，你看来为他俩演奏啊。好，那这首《三线路》呢，是这个早期呢很多像林慧萍老师。